原来舒畅曾为了宝莲灯拒绝过《仙剑一》的邀请，《仙剑奇侠传一》啊，不是，不是刘亦菲的角色，是哪个角色？就是《仙剑一》，就是第二个戏份最多的那个角色吧。当年《仙剑一》的导演找到舒畅，希望他能出演《明月如意》剧，但同时《宝莲灯》的导演也向舒畅发来橄榄枝，给到舒畅的角色是女主小玉，而林月如是女二号。再一个是因为《仙剑一》是国内第一个根据游戏改编的电视剧，会不会被观众接受还是一个问题。机子因为仙剑启动的都是新人，反观宝莲灯里面有焦恩俊、刘晓庆等多位知名戏骨，所以相比较之下，舒畅选择了宝莲灯。在看完宝莲灯的剧本之后，舒畅并不是非常满意这个角色，因为小玉在后期会黑化，但总体来说这个角色还是相当讨喜的。特别是在前期的时候，小玉一路帮助了沉香许多，她虽然无知但善良天真，舒畅更是凭借这个角色圈粉许多观众，以此巩固自己在演艺圈的知名度。而林月如和小玉是截然相反的，虽然戏份不胜小玉，可林月如的角色设定非常好，她很大意并且重情重义，在最后为了保住李逍遥和赵灵儿选择牺牲自我，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意难平。其实不管是小玉还是林月如，他们都是一段时期乃至如今都非常经典的一个人物。早年的影视剧跟以往不同，不管是剧情还是人物，都是编剧和导演打磨多年才进行拍摄的，找的演员尽量都贴合人物角色，而如今的电视剧更看重的是流量，这也就是为啥烂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了。说回到宝莲灯这个剧，焦恩俊饰演的二郎神不知道迷倒多少人，可你知道焦恩俊一开始是拒演二郎神的吗？焦恩俊是对自己的颜值有什么误解吗？竟然放弃二郎神要演一头猪？如果还有宝莲灯后传的话，我想争取演一把猪。如果真的有后传的话，估计也不会有导演让焦恩俊去演猪吧。当年宝莲灯风靡各大电视台时，焦恩俊饰演的二郎神堪称绝了，颜值和演技都在线，就连同组饰演嫦娥的严丹晨都声称是焦恩俊的迷妹，绝对偶像啊。我妈妈还问我说，那个焦恩俊是不是像那个电视上看的一样帅，我说对呀，非常非常帅呀。然后我就说，哎呀，编剧是怎么回事啊，焦哥那么帅，我为什么不会不喜欢他呢？唯独焦恩俊 get 不到自己的颜值，偏偏想演一头猪。说到这个，在宝莲灯里演猪八戒的谢宁，那肚子可是真的。你看演八戒的谢宁，他的肚子是真的。虽然省去了化妆的时间，可到了冬天时，谢宁是最痛苦的，因为要时刻露出自己的大肚皮，导致谢宁一直肚子疼。冬天说，哎呀，我闹肚子。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把戏拍完了，可能连谢宁自己都想不到，他的角色竟然让焦恩俊垂涎了这么久，多亏自己输在了颜值上，不然连猪八戒都抱不住了。其实导演在找到焦恩俊时，就是冲着让他演二郎神的，可当焦恩俊看完了剧本却拒绝了导演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宝莲灯里的二郎神在原定的剧本中是一个反面角色，而焦恩俊认为宝莲灯是一部经典神话故事，在此之前也多次被影视化，而不管是哪一部，二郎神都是正面角色。焦恩俊找来大量资料和导演沟通，希望能把剧本临时改了，给二郎神一个好人形象。在焦恩俊联合编剧一起推敲了几个月，改良之后的剧本算是出炉了，确实要比原定的精彩许多，加上焦恩俊人物上的反转，让整部剧都升华了，也多亏了焦恩俊才能看到如此完美的二郎神，以至于到现在都没人敢翻拍，即便翻拍又有几个能超越焦恩俊的呢？人人都嫌弃的哮天犬一角竟然是陈创求来的，当年在宝莲灯的选角都确定之后，唯独哮天犬一角还空着，因为要演一条狗，在剧里还有大量的这种台词。我说你怎么像条狗一样啊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一条狗，我是主人那一条狗，我就要做你的狗，当狗就要当你的狗，别人的狗我都不要当，有我一口肉吃就一定会有你一块骨头啃的。谢主任，导演找了一圈都没有人愿意演，后来在导演探班别的剧组时，偶然发现了也在附近溜达的陈创，而陈创正好处于空档期，双方简单聊了两句，陈创便希望能出演宝莲灯，但没想到仅剩下哮天犬这个角色。之所以没有人愿意演，也是因为毕竟是演一条狗，大部分演员心中有所忌讳，但是陈创心想反正也是没事干，那不如就答应了吧，兴许说不定就此火了呢。于是陈创进组开始拍戏，但过程并不容易，因为需要穿连体衣，而陈创那身衣服则是特殊材质，遇热则热，遇冷则冷，体操服一样，但是遇热则热，遇冷则冷，对，化纤。但为了这个角色，陈创是硬着头皮把戏拍完。其实除了陈创以外，该剧的演员都非常辛苦，像是舒畅，因为会功夫总要穿着威亚，当年的防护措施并不发达，导致舒畅身上都是伤。除此之外还有大美女严丹晨，她所戴的头饰很繁琐，总是压得她额头疼，所以便在上面垫了姨妈巾。我的脑袋顶上顶了个那个姨妈巾，就你们想象一下，然后我在那特别高冷，其实我的脑袋上是顶了一个这个。
任谁都没有想到，扮相如此漂亮的严丹晨头上居然还藏着这么一个东西。但好在这部剧能成功出圈，并在当年创下非常高的收视率，即便是和仙剑相比较也不输分毫，以至于如今都无人敢去翻拍。那么至少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付出也通通都是值得的。